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时代，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，希望来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。在咱早时11点，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做会空中结缘，做会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台湾。那里下早时的时间11点到12点，高雄地区、台南地区以及屏东地区，麻烦收听凤鸣广播电台、凤鸣二台，就论是 AM981。就都是 AM981。那里这个分林家居咱的乡亲时段分家地区同这个时段11点到12点，就要跟准这个家居之音嘉义之音 FM91.3 FM91.3 中到时12点到1点，一旁在咱的北台湾大台北地区，就是台北市加新北市，新北市、台北市拢会当听一中华电台 AM1026。大台北地区的乡亲，中昼时12点到1点，听这个中华台 AM1026， 有哪会当听地中的广播？下晡时5点到6点，这是咱上新的时段。离这个高雄、台南、屏东，拢会当听主人广播电台。主人电台 FM96.9 FM96.9 主人电台，这有哪老电台 FM96.9 会当听地中在时的这个公布，咱有哪个大陆好了还个继续放上，因为咱为听众朋友在时刚我中道在无闲，为咱的妈妈就要来住中道堂，为咱的阿嬷落来去学校咧接孙仔呢，还是讲住咧开店，住即人客住当无闲，工厂还是讲住咧加班当中吼，住咧当代志咧做，所以下晡时5点6点即班去甲听。伫咱的高雄地区、台南地区、屏东地区吼，台南讲上北会当到啥码头、关电影拢听会得。主人电台 FM96.9， 暗头啊7点到8点，台南地区地中的高雄听詹文科电台 FM89.9 FM89.9 听这个詹文科广播电台，所以会当讲对早时到暗时，咱这个无放弃任何一分钟，打拼来加放松，目的足简单，目标多一个尔。希望甲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的声音，以及着包括着这不公不义，安怎来对抗甲消毒，爱来公道平反，这个民意，咱来甲大声，来甲这个发声出来，安尼尔尔。大家听咱的节目，除了互你有快乐的心情，希望的人生陪伴你的生活，咱有哪共同打拼一个有尊严、有希望，这是咱的未来。来，今仔日是咱这个2016年11月21日，多礼拜一哦，阁是一个新的这个开始。那算古历是行到10月22日哦，古历是10月22日。到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，陈总统啊，毕总统受到政治对杀、政治迫害，多一个2917天，我拢也未说清。公道还未平反，真相还未大变，这无论说特赦还是平反的方式，总是要来最后个清楚。2917天用尽时段，咱互相加油，互相勉励。来，今仔日咱的节目就要甲正式开始，包括着咱的新闻大消息，啊，佮着咱现场咱的热线的口音，但一日节目当中拢会一一甲进行。同款，咱的主题歌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》进行曲，地中先甲演奏。用心是大啉一水茶，马上登来现场，唔通转台哦。多谢，感谢。台湾
中国一边进步，台湾中国一边进步，台湾中国一边进步，台湾中国一边进步。多谢咱空中的各位乡亲士大啊，伫中上敬重，大家来收听一平一国的节目啊，咱的啊，即个好听众朋友，即卖是咱啊一平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哦，正式来开始。离刚即个时间哦，早时差不多九点半哦，到十点啊，十点外即个时间，离咱的高雄市议会。即卖来正式的这个大会，由着这个台湾地方议会，特赦阿扁总统、特赦陈总统的这个大联名，平反的大联名，吼、哦，安尼讲较紧。我那正式要离高雄市议会，全台湾开第一枪，哦，应该是第一个来这个提案，而且要来个通过的这个议会，来呼吁着。也希望蔡英文总统、蔡总统会当来行使宪法和总统的这个特权、特赦权、特赦的这个设计，本身就是会当来救济这种的司法无正义的所在、听书无正义的所在。实际上啊，这个怎定打？哦，咱咧讲的用白话一般民间咧讲冤枉的案件啦。这种的遭受会当讲足大诶，那像比山较悬、比海较深诶，这种的冤枉的时阵，要哪来个洗清冤枉？总统特赦权有伊的这种的用途，甲伊设计迄个目的里啊。所以一个一个议会全国咧串联，高雄市屏东。屏东哦，来到台南、到嘉义，安尼一个拖一个安尼。所以今仔早时，伫高雄市议会，有哪有真侪咱遮的乡亲啊，各位支持者啊，来到现场啊，来咧声援，伫中里只空中表达最深的这个感谢。有哪各地方议会咧串联当中，伫中啊，一直加速的立场，实在我。不便来加做这个评论啊，但是非常感恩，非常感谢台湾人的公平正义，必须靠咱家己你来争取，你来守护。你看前礼拜拜五，你欢迎三读通过啦，吼、哦，三读通过。特政组正式到今年第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就正式到废除啦。特政组。成立以来做什么代志？乡亲时代，撇开陈总统，撇开郭瑶基部长，撇开柯议员，
撇开吃青枝，撇开苏迪温，撇开陈炳文，敢听这个王金平、郭建明，而且这个董家做甲检察总长，等于是直接做伊咧指挥的，把这种的犯罪当中的案件，摕去人马英九迄当时在总统任内，伫总统官邸破门咧参详，看安怎甲人监听违法的，上要求是违法的啦。你若讲正式，欢迎甲你开监听票，迄我无意见，即法律的规定，就爱欢迎开监听票，才会使甲人即、這个吼，有那哎电话线甲你挂线甲你监听，违法的。申请这个 A 案啊，听 B 案；申请甲案听乙案，安尼也会使进。直接做家己甲家己务实啦。当2008年11月11日，甲陈总统用手铐铐起来，对迄个时就开始直接做注定，就是一个政治拍手尔啦。对迄条记者会，你看迄、那个，迄当时特征一般。一字排开里遐，讲这拿扁案无甲起诉吼，无甲办甲底，无甲起诉，全部拢要失职落台。用真是大啊！这全世界有这种的检察官，有这种的特征组。啊，你案件都还未办呢，你都已经有结论啦，讲的是一定要起诉。啊，那安尼太就失检察官，啊，就一律拿去用告了起诉就好啊，直接去法院。检察官唔是讲。接到案件就硬甲你起诉呢？检察官是代表国家行使着这种的公权力，而检察官手中的这种的权力，伊会当甲你调查、搜查、甲你调来问，会当来传证人啦、啊，会当甲你搜索、甲你甚至强制处分，就是讲甲你扣押、甲你的这种的电脑啦、甲你的这资料扣押。包括对着你的自由，甲你限制、限制出境，也是讲，以前会当直接收押，即卖是爱甲法院申请这种的，是不是有羁押的必要性？假讲你的串供、湮灭证据啦、是多蒙等等，你看检察官的权偌大？为什么法律要给伊这权利啊？给伊这权利，唔是叫伊去害人呢？唔是叫伊去做政治斗争、做政治拍手呢？特征组是走进去啊！呢，和伊这管是希望伊去维持社会公平正义，和伊去发现你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嘛。真实的状况是安尼嘛？这个人，这个被告，有人讲伊有做杀人，有人讲伊抢劫，有人讲伊去共偷窃物件，有人讲这个官员贪污，有影无？真的假的？事实是安怎？真相是安怎？咱国家的体制和检察官这么大的这个权力，可以去查清楚，把伊的真相给找出来，哎，对着社会大众人民，对咱的司法制度来交代，这是检察官嘛？但是特征组是在做什么代志？我唔知特征组这检察官心内是安怎看陈总统，有支持无支持，迄拢一回事嘛。每一人家己政治立场。但是你对着一个案件，会当所有的证人拢讲无，啊你讲有，硬捡较到有，所有的证据拢讲无，啊你会当去制造证据出来，去人通缉犯讲条件，硬做一个假的这种的笔录，讲啊绝对是啊比总统迄间贪污会安怎，结果最后，家己逼空讲啊特征组甲人教唆伪证的，结果这个案子不了了之。我方如今卖走去对无人知，我那继续咧做伊个官，用真是他会当安尼步吗？特征组伊家己要选择讲要做政治，诶，这种用途的时阵，就注定讲这下会堵啊啦。伊毕竟一个官吏的这种怪兽嘛，不然我都甲控制嘛。宋博雅哩，即个做马英九咧斗争王金平，迄是愈来愈离谱呢嘛，本来就已经走政治啊。特征组的被贬真主呢，都专门的办阿扁总统的，专门的来拔鸡骨的。啊，你看最后，伫马英九要落台前，特征组赶紧把马英九所有的这案件，
会当清的甲清掉，会当结的甲结掉，不起诉不起诉，签结签结。安尼的经营下，你即卖台北地检署过二十几案里啊啦，你看马英九涉嫌的看偌济案件啦。啊，所以这种特征组甲废毒尚无踏出第一步。有人讲啊，废毒就清楚，啊，这同款，你若即个台北地检署这边。那无法度骗你，也是安怎的时阵，安尼嘛同款不好。我讲无论如何，但是这组行为堵啦，这是民进党来提案，国会正式通过嘛。今麦咱过半数，不国民党当然是甲你阻挡。无论安怎，对着包括扁案在内，只系冤枉案件，某一个程度，好、哦、唔是全部，某一个程度，某一个意义顶管。我那是先踏出第一步嘛，无你有受害者无加害者，这个合理。你讲白色恐怖的时代，戒严时期，政治犯死啊济人，关伫绿岛的，你看偌济政治犯，迄死偌济人，啊讲安尼无加害者，所以最后咱甲定调嘛，白色恐怖的时期来迫害着这个人的，就是足介少嘛，二二八事件死偌济人，讲无加害者，足介少是元凶嘛。说不坏个纪念就是安尼呀，啊，所以你有受害者袂当无加害者，那无转型正义啦，转型正义唔是空嘴保证，唔是建立你一个空的这个基础点管呢，唔是讲甲你回一个实的，啊是讲甲你只个啊赔偿寡钱，那补偿寡钱，啊讲安尼就转转型正义啊就完成，绝对唔是安尼，对着被害者，对着这种的。公平正义的原则顶管，你若无加害者，无加害者就甲吹出来，而且追究伊的责任。那已经死啊，已经往生去，你无多个个安怎？但是上无对着律师的交代，就介少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时期的这种的迫害，害死偌济政治犯，这追究嘛？律师一定要有一个交代。所以同款的道理，你讲你马英九咧执政这八年的时间。利用特征组，利用亲像黄世明这种检察总长，透过这个机器，透过这个国家的机器，本来应该是要对着人民来效忠，结果怎啊变作对着黄世明、马英九两个来效忠？全世界每个现任总统咧监听国会议长的，佮违法的啦，多一个尔啦。那照这个欧美国家，马英九早就落台啊。炸的落台，唔知关家即个头毛吹秋白啊！会当违法讲监听，这抓全世界第一例啦！啊，上下面是黄世明已经因为这件判刑确定的，最高法院报告书明白指出白纸黑字的，唔是地中咧好笑。马英九来黄世明是共犯的，而且上无至少四届以上的这种共同涉密的这个罪行。这个马英九告他免掉门，这已经是罪证确凿、铁证如山的代志呢。黄世明的已经判刑确定啊，马英九也免掉门。哦，所以这是咱的讲的特征组，轰轰呜呜一大堆啦，讲不了啦。有人咧讲啊，特征组的是特别要办单总统一周年啊，还是讲迄、那个啊特别侦查组的是别查马英九嘛，吼、哦，特别侦查。你得别啊，不要，就是不要查马英九，别查马英九去做。大家那个踢球，那个哭诉啊，那个安怎？这早就已经无社会公信力。搞废毒是多啊好呢，但是废毒更无搞各位乡亲。你中间多咧讲诶，唔知道大家有赞成无？有时话这无加，这无正义啦。唔是讲搞这个单位废毒安尼准算呢？即个检察官已经知啊，即个人是冤枉的，硬要甲人骨落，硬要甲人起诉，不要人痛苦，剥削你的自由、你的尊严、你的这个喵，甲人害害的了，啊就当卡正跋跋的，啊无得换一个单位，检察官的钱照领，一套差咧，无得前做人大，佮等于本来地检署啊、高检署啊、最高的呀、啊，那安尼是总有专营正义吗？亲像我拢如这种。去教高中中了爱做违章的，这无违反法律吗？亲像蔡秀文这种，会当明知影这个
必然无罪，你敢判无基督刑的，这无违反着法律吗？这个法官也好，检察官也好，因的责任，当然咱不是家己在定罪，嘛是爱透过法律的程序来甲这部分来调查甲完成追究责任，这才是真正完整的转型正义，嘛是对着台湾历史人民社会，才是真正有一个交代。所以来废除执政组是第一步，废除了，就要追究责任。追究责任，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课题。好，其中提出，有来让大家乡亲来做一个参考安尼。来，咱即卖来先听这个广告吼。咱这广告是新版的，为什么要录这个新版？因为即卖有那要换年底，十一月下旬，十一月之一，来十二月啊来，今年过年嘛较早呢。伫个一月底哦，就这个。啊，咱的这个旧历年，你旧年的时阵，咱一边一个个节目，为着要答谢咱的乡亲时代，特别咱人这个吼，有那人厂商才拜托，后、哦、来到支持，啊，挑选着一挂我的老爸陈总统的一挂较珍贵的相片，差不多拢是外面唔捌看啦吼，唔捌曝光过，啊，一挂较珍贵。啊，这种的相片啊，来做这种的月历，还当放伫桌啊顶吼做主力，啊，咱甲合作阿扁总统纪念版的主力，啊，来做一个吼、哦、啊印刷，哦，先来挑选，啊，做这个编辑，啊，来这个印刷。我、哦、说，去年咱做这主力，用真是多听众朋友啊，大家不去嫌，有那真爱来摕这个主力，哦，啊，放伫出林，有那目一个年，你看时间偌紧。365天，哦，啊，来了个十二月啊，安尼呢，啊，所以差不多到这个时间，伫这个顶个月啊，顶个月的真济，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咧询问，卡去761-8075的服务平台啦，卡来这个吼，专线咧问讲，啊，今年的这个主力咧，都差不多伊讲一本要现了啊，呢，讲每一个月拢有阿扁总统咧陪伴，讲安尼偌好安尼。后阿扁总统咧演讲诶，后伊咧来啊，人即个乡亲是大咧活动诶，后较家庭得个相片，讲每一个月做期待拢全部同款咧，但总统诶相啊，放伫客厅啦，放伫册桌啊、顶悬啦，放伫即个吼啊厝内上面显诶所在，啊那即个有朋友亲戚来就显互人看，讲啊看我有一本安尼我安尼特别。讲这个今年都过了，虽然都已经无过现啦，但是坑里遐讲拜里遐，伊就感觉足爽快，要做一个厝内装饰品，安尼讲要老好，安尼传家宝啦，实在不敢当哦。在空中要甲只个听众感谢，一本的这个助力，唔是打助力尔，用真代表着一边一国的节目。地中实在较含慢，啊兼做这主持人，安尼来发声咧讲话的时阵，有乡亲是大力支持咧鼓励，我咧感谢，嘛是我的老爸陈总统一心来是感谢。即卖限制条的，无法度开声，无法度甲你讲多谢啊。但是透过着这个月历助力，顶管个亲笔签名的嘛，但本的亲笔签的，是较歹写字较歹。因为即卖手会错，啊，所以签了无够水，这是要甲大家分析的。啊，所以咱今年这新版呢，有哪共款做？十二张的相片拢无共啦，无一张是重复的。哦，啊，这个共款，这个较特别，由着陈总统特地来写一挂话，哦，啊，分做六个月，哦，贴做六个月，诶，六月份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来用印刷的，印刷的顶悬，但是迄个字体。是阿扁总统亲笔写，哦，是搞你收到甲看得知。啊，另外六个月是用在一挂社会咱只意见领袖，亲像咱的陈局市长啦，亲像咱的郭宽敏主政，哦，咱的这个陈东山秘书长啦，金仁伟老师啊，批文件，大家暗时拢看面试的，哦，主持人来讲阿扁总统的政绩也好啦，讲这个兵法也好，哦，来安怎形容？安怎来讲阿扁总统？咱大家
分做六段，六段画吼，啊，六个月份，啊，拢甲人这个相片印做伙，实在非常有意义，啊，真特别的这种吼，啊，纪念版的，在咱的节目当中要赠送永清时段，详细这内容哦，伫中啊甲录入广告内底，各位若不去嫌，啊，斟酌甲听一下吼。来，咱的平台专线0776180705，0776180705，这不是打一本的月历，哦，不是打一本主历呢。伊所代表的是一边一国节目，但总统之中，阮爸阿囝最大的感恩甲感谢。无用真是大，大家的支持，咱的节目，搁一天都无法度，搁一天都无在调开声啦，哦，咱。讲安尼是足熟悉的，而且这本的道理嘛，代表着台湾人民因的勇气，因的这种的意志，来对着公平正义的追求，对着台湾要建设一个主权独立的美丽国家，属于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，一种上强烈的期待甲愿望，来，甲听一下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地中同款要来推荐品质优良、阁有保障的正型 Q 10、正型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新鲜地瓜精，加一瓶一国乌蒙尼，效果拢无同款，对身体真正有帮助。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，时间实在过了真紧，阁差不多一个月就是2017年新的年度。咱一瓶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，对开始放送之后，有哪拄到真侪困难？拢是我靠着乡亲时代的鼓励甲收听，才有法度坚持到今仔日。为着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，伫中特别来挑选12张，特地来纪念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的这个相片，来制作每年2017年的这个纪念桌历，要来赠送给大家。包括阿扁总统过去的总统任内参加活动的这个相片，还有最珍贵将来唔捌公开过的这个家居照，甲我的阿妈、扁妈做伙翕的相片。红阿婆啊，来听音乐会，啊，阁有真难得，甲弟中做伙来切鸡两个生日，爸阿囝的这个相片，一个月一张，全部12张，其中一半6个月是阿扁总统亲笔所来写的这个一段话，对台湾的这个想法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另外6个月是重要的这社会意见领袖对陈总统的形容描述的这个话，每一个月拢有不同款的阿扁总统陪伴大家。为着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关心，每一份助力，陈总统拢会亲笔签名来做赠送。从即卖开始，只要注文两项咱的产品，不管是正型 Q 10、正型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新鲜地瓜精，也是一瓶一国乌蒙尼拢会使，就送一本由陈总统亲笔签名2017年的这个纪念桌历，会当放伫桌仔顶，实用阁有纪念性。只有咱一瓶一国爱台湾的听众朋友才有，外面是有钱嘛买袂到，这是咱独家的这个赠品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10，一罐吃2个月只要2800块。原料对北欧挪威进口的高单位深海鱼油，一罐同款吃2个月只要2200块。有行政院农委会专利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，一罐3500块。独家技术提炼，芳醇阁好啉，纯天然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5400块。健康阁好啉的一瓶一个乌蒙尼，阁添加红枣枸杞甲乌麻，一箱24罐是1450，买2箱阁俗100，只要2800块。以上的产品只要出门两行，就送你2017年阿扁总统亲笔签名的纪念桌历，全部100份，全部100份。数量有限，上网为止。若有欠用，请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705，0776180705。多谢。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。啊，咱即卖继续登来节目现场，口音电话就要甲开放中，吼、哦，咱的口音一线，咱的口音的电话吼，啊，3111981吼，3111981啊，头前加空七，用这时段若要来电，就甲敲一支电话，
啊，卡多啊，这个工商服务的内容，你所听到是咱来答谢听众朋友，大家支持，大家鼓励，大家收听，啊，来制作着2017年每年这个新版的陈总统的纪念桌历哦，这种的月历，会当让你放在桌啊顶。外面买无的，因为咱这独家的吼，这是多只相片对过去的只相，差不多几啊箱，啊咱一张一张去算去记，吼、哦、啊咱嘛有来这个吼、哦、啊，我的脸书店馆有那有来啊，放几张相片来听大家，咱这网友、咱这好朋友大家意见和大家票选，啊最后再来做这个制作。啊、有人即个我的阿嬷哦，人我的老爸做伙伫厝里所翕的，即种的家庭的相片啦，迄过去拢无看过。啊，是讲阿公阿婆啊，我的爸爸妈妈啊，去听音乐会种吼，啊无偌久即个阿婆的目屎，啊伫高雄即个音乐会，啊咱也有翕相，以及着啊，即个旧年回来了啊，即、這个吼、哦、过生日。会当讲白阿囝做伙来切鸡蛋糕，啊，这相有呐，较少看，较特别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拢甲这里这本的阅历内底，哦，大家来做一个，有呐，那不纪念，咋等来做纪念？来，即卖可以甲接听3111980咯。喂，弟兄你好，阿弟兄好好，哎，我替恁阿弟，替恁爸爸足骄傲呢。来，不敢吃恭维。弟兄好，有无明示的在投票？恁大家真正第一名呢，你知无、哦？我知，我有看啦。迄、那个面试批文前教授的节目无？嘿，就是啊，啊，咱全国拢有看到，唔是干咧讲台南关尔呢。大家无去呀，那实在吼、哦。啊，真正做了真正有够好诶！这通李登辉总统佮含恁爸爸，啊，蔡英文总统我叫伊哎。加强爱抗议起来的，唔来啥物拢爱激甲恁哥哥，你有看迄种南韩迄总统无啦？叫伊吼抗议，唔通拢听遐老人的话啦，啊，该唔好就爱换掉啦。会啦会啦，蔡总统。像人恁爸爸以前啊在做，嘿，国民党诶唔好的嘛是该换掉，啊，伊即马拢用迄国民党诶，啊恁爸爸用诶遐，然后用诶遐人。伊是昆音啦，啊个迄叶竹兰音啦，啊个迄个拢无用就对啦，啊无你嘛讲用即卖年代吼，较老诶，像恁这咧讲话较老较厉害，较知影判断代志啊，伊拢嘿啊，伊拢无安尼无安尼想咧。好，喂，你好，请讲话。嘿，弟兄哦。嘿，弟兄来，请讲。我是嘉生，我姓李啦。哦，李先生，住伫咱高雄嘉生就。嘿啦，好，我对。阿比阿总统哦，是啊，都唔甘的呢。何止马云搞安尼下台搞安尼，像咧一间多家公家分家来讲爱严办啦，这样对百姓有一个真无靠谱啦。讲安尼有理，唔是单一条呢，爱办。哎呀，你袂办办的那呢？你只为三者的人，司法犯法的人，一定爱严办啦。薪水照领咧，官照做，安尼有正义吗？我爱当我做，爱惹一个。管到他们先杀掉你啦！你一挂社会拢受这这这关害死呢？了解，李先生这意见我赞成吼。咱大家先吼，较挂山区啦，实在啊，咱的节目哎，当拢收听到，足感谢吼。这个特征组唔是打废毒尔啦。地中较多，我来讲我的见解吼，唔知对唔对？大家乡亲会当来指教。废毒是第一步呢。废毒是不爱阁互你乱来呢，因为你继续存在，你也继续乱来嘛。废毒了，把这个官守回来，卖互你乱来。但是无代表你过去所做的歹代志怎一笔抹消呢？哪安尼有正义吗？啊，你讲安尼歹代志做的，啊，甲人陷害了。咱讲较紧的，你想陈总统啊，这身体啊，既有因已经是撇来较安尼就好人。一个好人剩三分命，不够三分命。身体歹去的，头壳歹去的，这种脑部萎缩去的，敢讲是讲特征组废毒，安尼就会当家恢复吗？不可能的呢。医生，你若讲家足清楚，你到迄种歹去的无法度恢复吧？即卖是讲看那卖好恶化，会当看慢慢啊，有一个较稳定安尼尔呢。上好的状态是安尼尔，还无法度好呢。啊，所以你讲特征做废毒，但是这些责任
无对就袂使。来演现场口音进行中，311-1980吼。唔知大家乡亲，你的看法安怎？有哪拢会当甲敲电话一摆？好、哦，这个正义的追求、司法改革，当然无可能讲啊，一工、三工、五工完成。但是总啊，爱有一个开始啦。袂当打去国事会议啦，国事会议，迄是过去较为权势大即种的产品呢。国事会议是讲啊，着哦，啊着大家招来安尼开这各方面代表，但是安怎招嘛招袂着，哦，他有即个任何一个议题。安怎嘛招袂着啊？大家意见也无一定共。你讲有共识无？有共识无共识？有共识的未来嘛爱去落实，爱去执行。啊，无共识的安怎探讨？还有一个共识。这只要若开会咧讨论落，会当时啊难免开会去，啊是讲这着怎重点焦点里对煞怎啥无啦？总啊，就是这个做主席的，这个爱有一个基本哦方向先出来嘛。领导的人要领导改革，方向要先出来。比如讲，我年金改革，我第一步18%，我要先甲费嘛。啊，是18%，我先甲减半，18%先减半，一年起码国库先500亿。你要来做这种的国民主体，讲要来做这个，或者青年住宅啦，啊，是讲这都有钱啊，万免只卖地价税啦，这种的税金起价侪，增加有那真侪民怨。哦，伊政府无裁员，伊就爱想办法啊，所以你就对18%才成点。你今日改革来讲，即处有法度先甲18%做一个初步改革。我唔敢讲100分，先60分就好，绝对乡亲是大台湾百姓拍破个，这绝对的嘛，因为你这个是一个正义先开始实现呐。啊，那唔只是你的开会吼，大家排咧开，啊，要安怎开？啊，这个会议大家咧发言，啊，这会议记录，安尼大大本的书比砖啊，迄个砖头啦，吼，比咧啊砖啊头更加大，啊，就无效，因为你这最后这结论嘛是看安怎来落实哦，一点啊，咱大家有哪共同过来检讨一下。来，咱先听一个工商服务吼，啊，咱的平台专线，共管理甲卡一个0776180075。对，在是9点到暗时6点，拢会当甲卡一电话，0776180075，为着要答谢乡亲时代，即卖这是2017年阿扁总统的纪念的这个桌历哦，纪念的月历，每一本拢有陈总统哦啊亲自甲你签名来甲你感谢，即卖要赠送乡亲时代，若有兴趣哦要来这个吼，哦，可以等于做纪念。你甲卡平台专线077618007507-761-8075，多谢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地中同款要来推荐品质优良、阁有保障的正型 Q10、正型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新鲜地瓜精，加一瓶一个乌蒙尼，效果拢无同款，对身体真正有帮助。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，时间实在过了真紧，阁差不多一个月就是2017年新的年度。咱一瓶一个爱台湾这个节目，对开始放送之后，有那拄到真侪困难。拢是我靠着乡亲时代的鼓励甲收听，才有法度坚持到今仔日。为着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，其中特别来挑选12张，特地来纪念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的这个相片，来制作每年2017年的这个纪念桌历，要来赠送给大家。包括阿扁总统过去的总统任内参加活动的这个相片，还有足珍贵，从来唔捌公开过的这个家居照，甲我的阿妈、扁妈做伙翕的相片。阿阿婆啊，来听音乐会，啊，阁有真难得，甲弟中做伙来切鸡卵糕生日，爸阿囝的这个相片，一个月一张，全部12张，其中一半6个月是阿扁总统亲笔所来写的这个一段话，对台湾的这个想法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另外6个月是重要的这个社会意见领袖对陈总统的形容描述的这个话，每一个月拢有不同款的阿扁总统陪伴大家。为着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关心，每一份助力，陈总统拢会亲笔签名来做赠送。对，即卖开始，只要注文两项咱的产品，
不管是正型 Q10、正型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新鲜地鸡精，也是一瓶一个欧盟你拢会使。就送这本由陈总统亲笔签名，2017年的这个纪念桌历，会当放伫桌仔顶，实用阁有纪念性。只有咱一瓶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才有，外面是有钱嘛买袂到，这是咱独家的这个赠品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。一罐吃两个月只要2800元，原料对北欧挪威进口的各单位深海鱼油，一罐同款吃两个月只要2200元。有行政院农委会专利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，一罐3500元，独家技术提炼，芳醇阁好啉，纯天然的新鲜地鸡精，一组30包5400元，健康阁好啉的一瓶一个欧蒙尼，阁添加红枣枸杞甲欧麻，一箱24罐是1450元，买两箱阁俗100，只要2800元。以上的产品只要出门两项，就送你2017年阿扁总统亲笔签名的纪念桌历，全部100分，全部100分。数量有限，上网为止。若有欠用，请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多谢。感谢努力，咱全国的听众朋友，即卖是咱一边一个的节目进行中，赶快就伫地中伫空中为大家服务来做主持。来，咱的现场热线可以定位311-1981，同款311-1981。啊，有关着这个陈总统的这个纪念版的助理，啊，伫去年的时阵，我那是和弟兄非常感动，哦，因为咱听众朋友大家啊，加踊跃，哦，啊来希望可以等于做纪念，啊，为当时啊，啊伫最后的时阵吼，剩无几本，啊，这刷单啊，这边送出去，啊，那边刷送无够吼。所以最后在中我是把自己我本来是一本自己要放到店里、哦、我两本、哦、我本来是留两本，一本就是答应买给我的阿嬷、哦、他说、啊、要放在那个、啊、老厝的那个客厅、哦啊、算一个纪念可以、啊、来、哦、看这个相片、啊、另外一本我自己要留啦、啊、所以这两本到最后刷怎么没搞、啊、我不敢说阿嬷那本把它拿出来，因为我答应阿嬷、哦、这我没交代钱、哦、我这做孙仔袂交代，我讲迄本绝对要留起來，所以最后我是甲我家己桌仔顶吼要留的迄本，顶有是2016年这个版本啦。啊，所以地顶我家己嘛无，我家己嘛无这个阅历吼会当来扛，实在无要紧，因为这当然有伊的意义，有伊的迄个纪念，但是咱的目的足简单，上大的迄个心意是要多谢大家。这个广播的节目，我其实我的第一天来主持，我就讲，我讲这不是地中国人的节目，哦，这嘛不是我的老爸陈总统个人的节目，那安尼无什么意思，自己讲哦，自己听，自己讲自己爱听，安尼就是出人，自己自言自语就好啊，太的个安尼招总啊，就个吹电台吹西端，啊就个安尼来拜托国家厂商，就爱安尼达个位。那是单位要去立钱，就安尼实在啊，食袂落，困袂去吼，安那烦恼伊的压力实在积攒袂掉，压力太大嘛。你30-40万的这些费用是要去对账的。那讲的要讲，大家要听的，安尼就唔变安尼不咯。但是为什么咱来空中来开声？就是要来坚持这个理念，这个理想俩。你看即卖香港，两个议员也甲你剁掉。我昨的甲看民视，迄、那个世界新闻咧讲呢，迄一位女性的议员才25岁呢，才甲大学毕业啊研究所的，才有够优秀的，出来竞选嘛。迄昨天啊，你看安尼外表优秀优秀，你看伊内心的坚定。民选的当选议员咯、哦，当选议员这是要哪北下？除了你讲伊这则犯什么天条，犯什么罪，讲安尼罪名确定，讲安怎？因为选择的时阵，讲到香港独立，嘛无讲独立，讲到香港就爱主权，安尼袂得啦。北京马上出手，透过伊个人大来解释法律，有哪法律会当那上满级？安尼所以地变，阿个输在北京解释，安尼太着法律啦。用真时代，法律是国会定的呢。
定落了，你若要改嘛，都爱国会通过。特征组是法律定的，讲到白，你这特征组违规三者，你要搞废除嘛，不是你说了算的，嘛是爱立法呢，多数国会通过，才会有才调搞废除啊。你去话恶制的，我那法律定的，说法律有伊的这个公正性，对着这个人民有伊的这个效力。既然会当北京家己开说，讲到恁这宣誓无遵守吼，啊恁这两个唔当做，因为知影迄是香港独立的，知影那入去议会了，三不五时就主张香港就爱安怎，香港就爱民主、自由、人权啦，北京唔当黑手深入，伊会敢出诚意嘛？伊会敢中等，伊会骂中市的亲像台湾陈总统主张一边一国同款的道理。伊无法度甲你罢免掉，无法度甲你资格剥削，伊就透过这种国共两党用这个司法做工具，做政治工具，用斗争的嘛。你陈总统还未入去乌罗城，北京就知影啊，伊就讲啊，差三个月后就抓入去啊。啊，不是算命先的嘛，无遐准呢。拢知影讲未来要哪破败，啊，伊就剧本写好啊。啊，这不是再一出证明讲，这就是一个政治剧本。这就是一个政治案件，政治的属性嘛。伊在美利岛事件，迄当时是讲是叛乱呢。迄当时叛乱是威死用啦，永清。叛乱罪是威死用呢。1979年美利岛事件是军事审判，迄当时军事审判惩治叛乱条例二条一是威死用呢，无什么则无期啦，讲判几年，威死用就枪杀啦。啊，你甲看。虽然案件不同，伊当时是军事的，即卖是普通法呢。伊当时是用惩治叛乱条例，即卖对着陈总统的用这个这贪污治罪条例。以前是讲你这匪谍啦、共谍啦、叛乱犯，啊，即卖讲这贪污犯，啊，这本质有改变吗？法律无同啦，法官无同，罪名无同啦，手法无同，本质有改变吗？政治撇开本质有改变吗？美利岛事件的时候对着这些被告，你当时用刑的嘛，用刑求的嘛，用暴力刑求的嘛，无要承认嘛，甲你刑家你要承认嘛？啊，即摆袂当用刑求，即摆讲爱录音啊，录音，即摆用恐吓的，你阁继续讲政治现金，就甲你收下去，大家嘛惊到要死，啊，尾也着改啊，着改口径啊，即摆用恐吓的，用人甲外条惊的。我通缉完，你若要回来无要紧，啊，这着看安怎加的了，加好死，我着互你交保，用高压条件，用压人取供的，即摆袂当用打，袂当用灌水啊，即摆袂使一，啊，所以用压人取供，甲你收啊，关甲你冻袂调，关甲你着屈服，啊，着讲啊无要紧，啊无照安怎，你看笔录要哪写，书在你，我着签名着。案件无同，时空背景无同。手法无同啦，但是政治的本质较有改变。伊再用枪杀的较紧嘛，即卖用关的啊。伊再用军法的啊，军法较予人会惊你，较会惊赢用军法的，拢宪兵的呢，拢是宪兵咧掠人的。啊，即卖用特征做的。美利岛事件最后是安怎？你顶位正宗的东西特赦兵法，迄、那个特赦是少年法第三条。后壁单一种的，这算特殊的，这是一兵犯特赦。顶有就是无罪的这种特赦，冤枉的这种的特赦。说特赦无代表有罪呢。国民党一再咧讲这，讲啊特赦咧有罪，有罪才特赦。讲迄个完全违背着法律基本常识，睁眼说瞎话嘛。啊，当时美利岛事件政治处理是安尼，啊，今卖郭瑶琪案件、郭瑶琪部长案件、陈总统案件。政治处理要哪处理？这是台湾社会共同的这个问题呢。这个物件啦，无法度来处理，司法改革无法度点动。改革我都先讲无两个重点，一旦观察，一个是讲这个不公不义的要哪处理？哦，处理当然做一种方法，大家见仁见智吼，不一定讲对一种决定。但是上无是讲安怎处理？是大家讨论，但是爱处理应该处理是共识嘛？啊，马英九这案，这应该来办的，应该查办，应该来办的，啊，这若无办，要哪交代？来，搁听一下。
喂，我弟弟，请讲话。弟弟，你好，我加上我要发表一个啦。好。你像这政官，他家讲做这骗人多呢，啊，这交代伊做工作，免得当怕死人呢。咱较早咱台湾家人甲大陆联络一个工作，这都骗人多呢。这政官退伍，政官这样，个人领十八块，个人领将军俸，这对咱台湾百姓敢有什么公道正义？这哪个？小英做弄不好，改进家的吼，你那无都在去观众在证明，吃饭在种瓜在的，你要了咱台湾的，不是在替咱台湾做代志的啦。好，多谢吼。这以前叛乱啊，罪名不同啦，今麦拢讲贪污啦。哦，啊，这套啊，本质套有改变啦，以前是用枪杀的，较近，今麦的用这种的啊。甲你做假证据啦，甲你安尼判罪，甲你关起来安尼，啊对我就讲啊无哦，这种经过法院的，啊法院也做这个一审、二审、三审的，啊这种做合法的，啊就表面上讲做合法，但是内底是不公不义呀、啊。来，咱即卖进一个广告，工商服务平台专线吼，即卖为着要答谢听众朋友来赠送这个阿扁总统离明年度这个新版的。月历助理十二张陈总统独家的相片，十二段是阿扁总统的这种亲笔所写的话，以及包括着陈局市长、各官民主政吼，大家所来描写来形容阿扁总统的这些吼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字，咱拢甲印伫这个助理顶管。用这时段也无去啊，卡去甲做宣布，多谢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地中同款要来推荐品质优良、阁有保障的正型 Q 10、正型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新鲜地瓜精，加一瓶一锅乌蒙尼，效果拢无同款，对身体真正有帮助。服用了你就感受会到，时间实在过了真紧，阁差不多一个月就是2017年新的年度。咱一瓶一锅爱台湾这个节目，对开始放送之后，有那拄到真侪困难。拢是我靠着乡亲时代鼓励甲收听，才有法度坚持到今下日。为着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，其中特别来挑选十二张，特地来纪念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的这个相片，来制作每年2017年的这个纪念桌历，要来赠送给大家。包括阿扁总统过去的总统任内参加活动的这个相片，还有足珍贵，从来唔捌公开过的这个家居照，甲我的阿妈、扁妈做伙翕的相片。阿阿婆啊，来听音乐会，啊，阁有真难得，甲弟中做伙来切鸡卵糕生日，爸阿囝的这个相片，一个月一张，全部十二张，其中一半六个月是阿扁总统亲笔所来写的这个一段话，对台湾的这个想法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另外六个月是重要的，这社会意见领袖对陈总统的形容描述的这个话，每一个月拢有不同款的阿扁总统陪伴大家。为着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关心，每一份助力，陈总统拢会亲笔签名来做赠送。对，即卖开始，只要注文两项咱的产品，不管是正型 Q 10、正型深海鱼油、和平牛樟脂、新鲜地瓜精，也是一瓶一个乌蒙尼拢会使，就送一本由陈总统亲笔签名2017年的这个纪念桌历，会当放伫桌仔顶，实用阁有纪念性。只有咱一瓶一个爱台湾的听众朋友才有，外面是有钱嘛买袂到，这是咱独家的这个赠品。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 10，一罐吃两个月只要2800元。原料对北欧挪威进口的高单位深海鱼油，一罐同款吃两个月只要2200元。有行政院农委会专利授权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，一罐3500元。独家技术提炼，芳醇阁好啉，纯天然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5400元。健康阁好啉的一瓶一个乌蒙尼，阁添加红枣枸杞甲乌麻，一箱24罐是1450元。买两箱阁俗100，只要2800元。以上的产品只要出门两项，就送你2017年阿扁总统亲笔签名的纪念桌历，全部100份，全部100份。数量有限，上网为止。若有欠用，请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0776180075，多谢。
多谢乡亲时代，咱一边一国的节目，甲你多谢感恩，所特别制作着一个2017年阿扁总统纪念的一个桌历，一个月历，因为咱放伫桌仔顶吼，啊真实用，真方便，有一个纪念性。啊，每一本拢由着阿扁总统亲笔来签名，啊，再个寄去附上吼。啊，咱这对外无公开，因为咱就是要啊感谢咱的听众。说多阿里本节目内底，吼、哦、有来来做遮个赠送，吼、哦、啊，即那有兴趣啊，无去也，你甲卡转刷，0776180705，今仔咱时间到。